少侠，少年英雄啊！冯某大开眼界，堪比当年胡一刀。哎，冯老爷过奖了，您刚才说的这个呀，才是武林中真正的泰山北斗，我比不上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冯某恭维。 啊，那位在当年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武功还不如你呢，可以说是鸟随鸾凤，飞腾远。冯某平生最喜欢结交的就是江湖豪杰。霍少侠，可否厚堂一叙？来，请。穷凶极恶，王伯亮，火手判官千里光，苍龙岛主孙楚文，他们都是英雄，都是我的劲敌。凤老爷果然深藏不露。 他们都是一顶一的高手，可以说每一位武功都胜我十倍。那你是怎么打败他们的？常言道，上兵伐谋，凤某取胜，靠的不是蛮力和拼劲儿。 也就是说，小二，小二，小二。